大家好，我们常常看广告哈，说要让你的胸部 up up 吃青木瓜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呢，你不用到外面买，自己也可以做，因为现在菜场里面的很多青木瓜，大家知道哈，青木瓜的酵素对我们人体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哈，它可以分解我们体内的一些营养素，可以排除代谢啊，这样子。那青木瓜排骨的基本材料，这个是小排骨、青木瓜。水，还有老姜、葱白，还有盐，非常简单的一些材料哈。那我们呢，只要把那个排骨呢稍微穿烫过，把它洗干净，然后我们把它穿烫一下。这穿烫呢，就是我们把那个排骨里面的一些血血啊，把它那个洗出来。然后呢，这个青木瓜呢，我们买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把皮削掉，那把里面的那个籽子呢，把它拿掉，就切这样子。如果你喜欢口感厚实一点的话呢，你可以把它切厚一点，吃起来也不错哈。那个如果说呢，你觉得说你要吃薄一点也可以。好，那你看我们把它滚起来了，那我们呢把它关起来，你看上面很多浮沫哈。这个就是呢，穿烫要把它穿烫出来，穿烫出来呢，我们的汤呢才会清哦哈。那把它穿烫过来，好。那然后呢，我们再用一些水把它洗一洗，然后把它洗一洗，会更干净。那我今天呢也不用瓦斯炉，因为有些呢大家都非常忙，又要上班，所以呢我把它放在电子锅里面，然后呢我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了哈。那把它放进来，然后呢把水、姜片、这些调味料、葱白、盐这调味料，还有我们的青木瓜，把它放进来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把它拿到电子锅里面去，然后呢，你把它按到煮粥那一个地方，然后呢就可以开始炖了哈。那我现在把它拿去放在电子锅里面让它炖。各位朋友，我们的排骨木瓜呢已经炖好了，很简单，我们就放在电子锅里面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哈，我就把它这样子，就压那个煮粥的那个地方，然后你看，啊，插了进去，啊，这么松软，你看。然后呢，你也可以看得到汤汁哦。虽然呢，肉已经非常熟了，然后我们叉子那个筷子一插就下去，但是汤还是很清，很好吃哦。然后把它倒出来，哦，闻到那个汤汁的那种香味。各位朋友，你是不是希望你的非常简单做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把它穿烫好，丢到那个电子锅里面去，按到煮粥那一个部分，然后呢，时间到它就跳起来，就有香喷喷的汤可以喝了。希望你在家也试着做做看。